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承诺，但是我自己就是一直都很默默的有在欣赏他跟关注他，也有去看他的演唱会，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女性一个很好的表率。他说你是他的女神。她才是大家的女神吧？她走不同性别。对，就是每一个女生都有每一个女生的样子，但是我们都互相彼此欣赏对方的那个样子。之后会再合作吗？因为你这次合作还蛮很愉快，然后也很感谢她提出合作，然后这一首歌曲觉得很有代表性，也很有意义，很有味道。所以你还主动牵她的手？一定要啊！欣赏他这么久，不在那个时候签一下，什么时候签呢？对不对？签完感觉如何？觉得有留下那个画面，觉得很幸福。